自助餐厅好伴侣，豪华酒店必需品。没错，就是它。今天我拿12系的 F1216带大家走进餐炉的世界。一、盖子。盖子可分为可视不可视两种，可视就是盖子上可以透视里面的食物，而不可视的就是不锈钢盖子，没有了这一层玻璃。当然了，造价方面肯定比不可视的高，细节之处尽显贴心。二、内胆。这一层呢就是内胆，就是装食物的盆子，这里面可以选购不锈钢食物盆与陶瓷食物盆，通常呢就是这种不锈钢食物盆。这个盆子分为三种类型，咱们这个是两个盆子，是二分之一的，有三分之一、二分之一、一分之一，满足您对食物不容置疑的需求。三、加热方式。加热方式分为两种，一是酒精加热，二是电热板加热。咱们这个就是酒精炉加热，把酒精加上，点上一朵孤灯，它能暖你一个早上。二是电热板加热方式，请看视频。电热板分为恒温和温控两种，温控可以控制温度，而恒温的就是保温。四是表面处理，这是镀金的，还有玫瑰金，还有一种半镀金，半镀金可以镀盖子，还有它的身，左耳不妨，尽显奢华。